要在这种房子里面吃，还有过年的味道。差不多了。啥？嗯。嗯。啊！你过来。鱼。又还没吃。哈哈拿我的袖套来牺牲了。那得很多万，看表演技术的时候来了啊！嗯，看，要看表演啊！看嘞，他就停下来了哦。嗯，这个不行哦。你们只要小爬娃娃爬是吗？嗯，不考虑吗？干嘛？不考虑吗？淘汰啊！一滑不就戴帽子了吗？戴帽子。我怕呀！你妈了！哎呀，我啥呀东西了？这啥嘞？那要改爪子，那什么爪子？爪子。烫。那么烫，你看烫没？烫到哪去？你就怕它烫，我还不敢掉地上。哎呦，烫烫没？五万。不理他。这样也万。全部靠过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有盆呢？干嘛？在哪个盆出来啊？哪条鸡鸡哪条个盆都得嘞？得了，你哪那搞扣了下就得了。哎，扣了直接扣翻过来得嘛？翻过来得嘛？不要翻过来嘛？翻了，来，多少上来了？有点烫哦。翻没烫呢？拿东西来，我好过去。坐好在那里，不要动了啊！不要在那干杯子，不吃就出去。哎呦，扛个刀，我给他得了。哦，对，按过去这样摆吧，阿哥你从那边摆吧啊。拿那里。对了。哎呦，看起来好辣。摆起来啊！哇，好香啊，这个汤啊。好啊，哎，从那边摆，摆一圈啊，放在这里面，好不好？嗯，好看了。嗯。来，妹妹摇一张，坐吧坐吧。嗯。一人坐一杯嘛，从那边。我家小伙伴紧张。嗯，那弟弟坐这边，给姐姐坐这边。吃完饭了吗？放烟花。